我有全部看完啦，其实是一部还不错的，但是它可能评价没有到那么好。就是那个在传说的第二十二集的时候，我就停住，我就看了。我还有看完呢、欸，我还有看完。你好厉害、欸。24而已吧，好像。那就放弃哪招？对，就是卡在那边太恐怖了，就是不敢继续往下。那就有请下台，小心一点，不要清水的 solo。Thank you.
都。